为了这次旅程受了不少苦的爷爷们，罗 PD 决定。좋은소식한가지만전달해드리려고요이번여행너무여정이너무힘드셔서다들너무고생스러우셨을것같아서마지막목적지마드리드에서는마지막일정을좀편하게고맙습니다아저출세했네우리가但이번엔아주정신없이지났어요어벌써다끝나나이렇게됐어到底是什么让根莹如此的遗憾呢？敬请锁定东森戏剧台，每周六日晚间11点，《花样爷爷》。